真的不是分阿嫁的，我都勉強過我老公一年了。喜不喜歡的老公呢，你都是後來才是感覺。我三朝回望，我都相思了，我爹媽。他認為自己很難過啦，這生活，所以就回去南家半路那裡就自殺死鬼了。我都說我試過想走，因為我真的很辛苦那時捱到。就更暗略掉众人路嘛，啊众人行过就万事行啊！哇，你不嬲同阿爸阿妈住埋一齐，你都系突然间就捉佢同一个唔识嘅人就住埋一齐，就梗系喊噶啦！我哋上国咧要喊三日三夜，喊啊阿郑有个仔去唱嘅。红薄酒浸人跪我肯吃汤啊。唔讲嘢噶，陆续啲人啊，杀咗佢。文凤琼今年83岁，佢好记得60多年前喺茶楼同丈夫邓金河相睇嘅情景。今日一個無人房鋪埋我去飲茶，條又去飲茶，咁咪人人坐啲飲茶冇話講話。嗰陣時我心驚驚噶，睇到唔係輝唔係盲，咁就係噶啦。我係生平人女，嫁來龍骨頭。哇！你不嬲同阿爸阿媽住埋一齊，你都係突然間就捉佢同一個唔識嘅人就住埋一齊，咁咪喊咯。傳統圍村婚姻奉父母之命盲婚啞嫁，為免近親通婚，適齡嘅圍頭少女都會被安排嫁到其他嘅村落。婚後除非兩家有喜事白事，否則都唔可以翻屋企探親。所以他们会在一间姊妹屋用围头话学唱哭嫁歌。出嫁前几日上阁，在屋企的阁楼唱这些哭嫁歌辞别亲人。粉岭龙跃头五围六村现在还有大约10个婆婆懂得唱这些哭嫁歌谣。我们上阁呢要喊三日三夜，就有姊妹啊，有大小嫂啊，上腳咧，你發嚟錯，我捉緊你喊，唱個劑啦。好似啊，你有枕翻屋就沉凳坐嘛，你每乖就受人唔有犧牲啊。個個結婚都喊噶喎，唔係假喊喎，真係喊有眼淚噶喎。啲習俗係咁個樣，靚唔靚都係著噶啦。出嫁當日，圍村新娘會穿上一套紅衫綠裙作為嫁衣，坐上花轎，唱住哭嫁歌俾人抬去娘家。菊搭咗墨和墨金竹雀嘛，咁就嫁啦。茶先有斗台，我祖母都人保重。結婚幾十年，文鳳瓊多數喺屋企相夫教子，或者喺村附近打工。好少出去粉岭远啲嘅地方。回首过去，文凤琼形容自己系愁人，坐花轿出嫁途中抌愁根，代表以后就要嫁鸡随鸡。愁根暗略就众人路嘛，啊众人行过就万事行啊。我哭声就抽影，抽耳就沉波底嘛。红薄就浸人，跪我肯吃汤啊。我嫁嗰阵时20岁，我个老公就唔会理我嘅。我家婆跟人相處的原因咧，就係要你讓每一樣嘢都係收按住全部佢個
禮貌，佢個規矩做嘢。梁少霞加入黎龍藥頭50多年，鄉里都叫佢做倫娘。呢幾十年嚟，佢除咗湊仔做家務，亦都會織花帶幫補家計。當年係佢後母帶佢嚟龍藥頭見未來奶奶，對方睇中咗佢，就為個仔安排呢一頭婚事。佢話以前奶奶當家好嚴厲，丈夫同屋企上上下下都聽佢份事。我結婚冇幾耐，抬到個大女，佢問過我一次，你想食乜嘢啊？我話我想食個芒果，佢真係買咗個芒果俾你食。我家婆話：做咩買多個芒果啊？你知佢點啊？碌住我，佢話食啊嘛。我吞吞個芒果，我掟都唔敢掟啦。你敢唔敢食啊？我唔敢食。佢永遠唔會俾一分錢嘅零用錢你。佢每一個月出糧翻嚟就俾曬嘛。我咧就係憑我自己賺得嚟嘅錢。我俾曬我家婆，我家婆就係俾50蚊零用錢我。咁每一條圍村，每一家人，你買埋人哋啲料啊，呢小便大便咁買埋翻嚟淋菜啦，我就乜嘢都同人哋做。倫娘後生嘅時候喺村入面打工，又要睇住頭家，忙咗幾十年，到而家77歲，仍然會日日早起做嘢。根本你日日咁做都麻木咗啦，冇得啊談感受啦，唯有日日係咁做。我4點起身，我起咗30年都係4點起身。女人做多幾多嘢啊？擔水、剁蔬菜、洗豬、煮飯、仔女沖涼、煮飯、洗衫。咁你個男人咧就一包飯碗都唔使洗，坐門口嗰啲凳捲煙喺度食。以前倫娘同其他圍村婦女各自喺屋企由朝忙到晚，好難圍埋傾偈訴苦。而家得閒啦，就可以聚埋一齊整傳統小食。佢哋三個婆婆都經歷過盲婚啞嫁，到而家可以閒話家常咁講翻呢啲往事。所以我咪捱一年，捱一年，捱一個細佬哥，捱一個細，捱到今時。咁啱咪有好日子咯，唔係個個都買得到。倫娘捱過半世人，最大嘅安慰係湊大5個仔女同埋啲孫。佢嘅丈夫10多年前因病過身，而家得翻佢一個，不時都會諗起呢一首哭嫁歌。我三朝啊回望，我都想死啦，我爹媽。因為我真係好辛苦嗰陣時捱到，咁我諗下，你可以走，你可以走得好遠，你去到另一個地方咧，識得另外嗰啲新朋友。但我老豆老母唔可以，佢哋一定要聽嗰啲閒言閒語，所以我始終都冇做到。好丑夫妻都做埋一世噶啦，有冇後悔嫁俾佢啊？冇，嫁咗就算。同樣係盲婚啞嫁嘅婚姻，文鳳瓊喺結婚之後，慢慢對丈夫鄧金河產生感情。你唔愛都愛噶啦，你唔愛佢又做咩啊？你嫁咗佢咯，一個人住埋住住下就中意噶啦，日天到就中意噶啦。好似細佬哥玩泥沙咁，玩玩下咪熟咯，玩埋一堆咯，係嘛？鄧金河嘅銀包60多年嚟一直都放住太太張相。佢呢幾年患上認知障礙症，不過點都唔會忘記太太。呢個我老婆最後生嗰陣，儲咗佢石頭窿啊！幾十年啦，60年啦，我嫁咗你60多年啦。我唔記得噶啦呢啲。你唔記得咩？老婆靚唔靚啊？你話咧，靚唔靚啫嗱？拖住佢，拖住佢，拖住佢。文鳳瓊而家同丈夫每日都形影不離，
互相照顾。球场啊，球场啊，球场啊，嗰个球场啊，唔系边个球场？好似佢呢一代哭嫁嘅婆婆都相继离世，有社福机构呢几年就开始记录呢一班末代哭嫁新娘嘅故事。唐阿泽周兵头，我贵金已国马。负责六哥的社工陈国明三年前得到政府资助，记录粉岭龙跃头围村的传统哭嫁文化。但是他每次抄录这些歌谣，都在古歌仔咁，有些得几句的歌谣，他解了成年都解不明，要找埋村入面识唱哭嫁歌的婆婆帮手。今晚就提奔斗嘛，得咗个情史，正好向云啊！任云听到佢唱咩咧？有时佢形容唱嗰啲嘢，搵啲嘢嚟形容佢，形容佢嘅心情，就讲嗰个女人要结婚咧，佢要同啲姊妹分离啊！所有的婆婆不識字，她們的口在噏嗰啲歌咧，咁你聽完佢講咧，咁你要首先回頭話係咩意思？係一件好艱難嘅事。哭嫁歌在2014年被香港政府納入第一份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。陳國明覺得記錄和研究呢啲歌謠，令上一代圍村女性的聲音重新被聽見。有一系列的歌謠可以唱出他們的心情，那樣東西是屬於香港所有不同的人，希望都可以欣賞到我們香港人的歷史或者昔日的故事，去可以找到一些值得我們參考的東西。傳統圍村婚姻對自由戀愛的現代人有什麼啟示呢？下一節再看。87岁的侯桂常，50年代盲婚哑嫁，嫁到粉岭龙跃头新屋村。佢呢几年记性越嚟越差，呢日佢个女阿娟带佢翻嚟旧屋睇下，希望刺激下佢嘅记忆。妈，你记唔记得呢幅相咧？我哋坐喺边度影噶？石桥。系啦，石桥。嗰石桥个位置喺边个位置啊？喺边度嚟噶？系啦，喺呢度嚟噶嘛。我哋好中意坐呢个门口嘅。阿娟细个嘅时候，成日经过一间屋，有好多女仔出入，有人会喺入面唱歌，夜晚仲会传嚟喊声。佢一直都好想知道呢间系咩屋。呢几年佢趁住妈妈仲记得少少以前嘅嘢，就会带佢嚟揾细个时候疑团嘅答案。因为我其中个印象嘅片段系佢围住嗰个人咧瞓喺席嗰度噶嘛，又喊啊嘛，咁我就觉得系死咗啦，有人系咁啊。咁我又而家就明係一個婚嫁其中一個儀式嚟嘅咯。阿娟大個之後先知道，當年女仔屋傳嚟好似哭喪咁嘅淒厲喊聲，原來係代表代嫁姑娘將要辭別做女嘅身份，嫁到夫家做媳婦，再冇得自主咁生活。而自己媽媽當年都係咁樣唱住哭嫁歌出嫁。不过眼见父母婚后感情融洽，阿娟觉得盲婚哑嫁的婚姻都可以好美满。佢嫁咗我爸爸，爸爸就唔好好似其他嘅男人咁咧，好大男人主义。我爸爸会翻嚟咧，系帮手照顾我哋啦，同埋做下家务啊，又煮下饭啊，买餸佢都会做嘅。我爸爸咁，佢俾咗个榜样我哋，即系自己兄弟姊妹睇到咯。除咗阿娟，麦雪芬 Teresa 都专登回流翻香港，找回童年的圍村回憶。金蘭，金蘭，你好嘛？錫啖先。你估我哋唱兒女啊？有幾多仔？Teresa 6年前由英國倫敦翻嚟香港，住喺粉嶺龍躍頭呢一條圍村。佢細個住過喺上水另一條圍村，今次翻嚟好想再了解多啲以前嘅婚禮習俗，研究哭嫁歌。呢、這個咁嘅裙咧，裙都唔係成日著噶啦。哦，咩時間著啊？我頭真係有啲大。你個頭梗係大啦。估你哋嗰啲字啊，估個頭都大咯。
你知唔知啊？著住呢對劇擔到嚟呢度啦，花橋，咁啊使唔使自己行入嚟啊？我喺聽婆婆講佢哋出嫁嘅故事，然之後將我細個嘅時候見到嗰啲姐姐喺個村度出嫁嘅場景，咁兩樣嘢一夾埋咧，好似一樣一樣咁去解答。咁咩就藤香木金桂脚嘛？搭柜嘅意思就系个柜里边就装你哋啲嫁妆嘅，系咪咁啊？即系啦，拍扎住摆喺度。比起金兰婆婆呢一代女性，66岁嘅 Teresa 成长喺妇女可以平等接受教育嘅年代。细个嘅时候，爸爸俾佢睇唔同种类嘅中国文学书籍，听粤曲南音，令佢而家好快就听得明呢一啲修辞复杂嘅哭嫁歌谣。現代的女性是一種能夠為自己將來、為自己生活定義的幸福。那這一班老人家呢，他們不能夠一世幾十年長的日子都是依賴著父母、依賴著丈夫、依賴著宗族。 Teresa 在英國住了15年，一對仔女已經在當地各自成家立室。佢60岁嗰年决定自己翻嚟香港住，佢庆幸自己生于女性能够独立自主嘅年代，好多嘢包括婚姻都可以自己话事。不过自由恋爱都唔一定幸福，而家喺香港，每年平均每3对夫妇就有1对离婚。而家既然能够享受恋爱自由婚姻，系咪应该更加珍惜你自己的自由選擇，而不是我有了自由，於是我可以自由地去離離合合。13年前，伍樂芝來到龍躍頭一間社福機構做嘢，開始研究圍村婚禮習俗。他覺得這一班末代哭嫁新娘的故事，值得自由戀愛的現代人參考反思。嗱，佢一齊落曬個樣度嚟睇下。嗰陣時候咧，初初唱佢哋話：哎呀，唱唔翻啦，冇嗰種感覺喺度啦。就係咧，吉叔同你俾塊田，俾佢哋有機會可以落翻田，同埋啲細蚊仔去講翻以前嘅故事。你又跳咯，個細蚊仔啊！佢幾年前揾咗村入面一對老農夫復耕和道，希望一班婆婆睇到昔日農耕嘅情景，講得翻當年出嫁前後嘅經歷。流咗汗，歷史資料就。博物館都已經保存得很好啦，我覺得最重要就是我哋想揾到一啲嘢咧，係觸動到人心。咁波波啊，你落翻田啦，你諗翻你哋自己做女仔嗰時候要種田嗰種辛苦，唱翻嗰啲哭嫁歌，諗翻你以前結婚會唔會？諗乜多咗咧？喚起村入面10多個婆婆哭嫁嘅記憶之後，伍樂芝同同事用咗5年將佢哋嘅故事拍成紀錄片。你哋是大明星嚟嘅，阿娘娘話勁過邊個？薛佳兒。紀錄片第一場公映會喺中環大館舉行。伍樂芝話：呢一班婆婆幾十年都好少過海出省去遠嘅地方。希望今次佢哋能夠親身同公眾分享自己嘅感受。嚟唱下歌啊，咁啫，唔係做文職，又唔識字，又唔識嘢，咁啊唔識。佢哋大半生其實咧，佢哋就企喺後邊，佢哋默默耕耘。但係今次咧，佢哋做佢哋嘅主角，呢個電影嘅主角。雞雞多，兼雞橙。呢啲婆婆佢嗰啲堅毅，其實我哋試過喺唔同嘅地方分享咧，都帶咗一啲幾正面嘅感覺。咁今次見到咁多人嘅反應咧，我覺得佢哋更加好想將佢哋覺得佢哋自己 power 嘅嘢，去想同人哋分享。記錄咗圍村婚禮習俗5年，伍樂芝發現呢一班婆婆嘅故事，原來不知不覺咁影響咗佢對婚禮嘅睇法，以及自己嘅人生觀。佢記得自己結婚嘅時候儀式簡單，連婚紗都冇著。呢個就係正正現今嘅社會有一個選擇俾你去揀咯，即係甚至乎我未必一定要想選擇婚姻，
即婚姻不再是任何一個性別的最後歸屬。他們是有一種生命力，在任何的逆境、絕境，他們找到一個位置，為什麼去努力、去奮鬥。我未來的人生都應該是以他們做榜樣，不要說去到某一點就覺得，其實完了，我要認命了。都會成日有時睡不到覺，又想起啊，他們以前跟我講的故事啊，我會好係啦，記住佢哋咯。伍樂芝陪住呢班婆婆13年，佢希望新一代嘅女性，包括自己6歲半嘅女，都有機會聽下呢一班末代哭嫁新娘嘅故事。我想我女女去知道，我哋今日女性其實係由婆婆、由太婆、由我哋一代一代之前嘅女性去行過嘅路，令到我哋今日可以有咁樣嘅自由咯。婆婆，家家都嚟咗啊！開心仔，美玩玩，美玩玩。舊時就話賢良淑德，咁而家可能係要苗條淑女。我就希望我個女女可以喺呢啲框架嗰度跳到出嚟，人唔係就係一個其他人嗰個定位或者其他人設定嘅形象，佢可以揾到佢自己想要嘅生活。